实验室不让吃东西。 世界都是粉红色的。今天很辛苦，多吃点。 今天好辛苦，多吃点。 是不是吃醋了？吃什么醋啊，先生？你哪位？我们认识吗？我最近设计升级，教授非要把它塞进来。我看你们相处的挺好的呀。不是，是他自己凑过来的。那他凑过来，你不会躲开啊？我已经拒绝他了，我还告诉他，机器人是我准备。 准备，说谎都不会，渣男。机器人是我准备求婚的吗？ 卓一峰，你别忘了，是谁害死了你父母？你是谁？